大家好，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。今天呢，我们再谈一下啊，在十一期间，炒得很热的，关于这个海天味业的这一些添加剂的问题，而且这添加剂呢，一波炒了好几轮。先开始呢，是炒的是说啊，添加剂什么高端的没有，低端的有，如何。然后呢又在炒呢他用的这个添加剂啊，在有些国家呢可能已经禁了，属于的话呢一级致癌物。然后呢再炒了一轮呢，中国的话呢这添加剂就炒到国内了，这中国的添加剂有问题。然后呢那个外国的好像都是月亮非常圆，外国的添加剂呢都没有。基本上的话呢你就这么转着一圈啊，就一说起来了呢你干嘛，中国的话呢都用添加剂啊，如何的。其实看了这个整体的评论呢，我们应该这么讲，其实看了以后的话呢，其实首先给我们的感觉是怪怪的。因为的海天的回应是什么呢，全都符合中国的有关行业标准。而且他们企业的标准呢比行业标准还高。所以你实际上你要真要说的话呢，你这里头它有什么问题的话呢，首先你符合不符合行业标准。第二呢，中国的标准和外国的标准比到底如何。反正现在呢我们就是一群人呢都在吵着叫做外国的月亮圆。反正这个事儿也挺多嘛，其实在这个过节期间，就跟某个在国外的华人，咱就对了对线嘛。其中原因的话呢就是我再说起来，你像外国的话现在狗粮都要写着没有来自中国的成分，对吧，那个来说中国的事情，然后人家就给外国人说嘛，说多少多少年前从中国进口的蛋白粉，你看里头的那个三氯氰胺超标如何。首先咱们这一说这话，我就说了多少多少年前一个个案整个来黑中国。当时的话呢你进口蛋白粉进口的是原料，你要搞清楚这个啊。你进口的这个原料你生产商你没有把好关，那你生产商的责任。他那个蛋白粉怎么来的其实也很清楚，就是说三氯氰胺超标了以后，那些奶粉嘛不能当奶粉卖了，人家当蛋白粉卖了嘛。你买过来你怎么去用你自己要考虑好了。这个事儿的话呢反正都是妖魔化到中国这儿来。然后呢还有一批人，然后我们说他是黄香蕉牧羊犬，他说这是人身攻击啊，那个就是的，一说起中国的来就是中国的坏。其实这次呢你这真到添加剂呢也是相同的味道。实际上在世界上添加剂第一大国是美国。美国呢大致有4000多种添加剂，中国允许的添加剂2000多种，比美国的数量少多了。你首先大家要知道这样的一个背景。而且呢你说外国一说的这没有那没有的，实际上好多事儿啊是中国要求的要求标注的，现在呢比外国要求的要高。像日本呢很多时候它添加剂它不用写添加剂，它就写上调味剂甜味剂，这些就行了，它不用你写你这是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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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名称。相反这些事儿中国要求的比外国要严格，你到底呢你这添加剂是什么你都要写上。其实这个事儿啊好多打脸的事儿呢其实大家也知道一些。比方说呢你像在中国呢瘦肉精是违法的，美国呢瘦肉精都是合法的。还有呢你像这次中美的贸易的时候，美国说了你中国呢要进口美国牛肉，最后呢中国迫于压力答应了。答应完了以后后来发现什么问题呢，就是美国啊除了极少数高端的给他巨富吃的那个牛肉，其他牛肉呢都不达标，各种的添加剂各种的激素啊抗生素啦还有全超中国的标。就基本上美国呢他想卖给中国的便宜牛肉
都不达标。它达标的牛肉呢，比中国的牛肉贵得多啊，这等于它的进口完全没有市场的价格优势。因为中国毕竟是农业大国嘛，那有些事儿呢还是搞得还可以的，这个事儿也有。然后再下边呢，好多人就说，你看那个是一级致癌物啊，这一级致癌物说出来了以后呢，你要真说它一级致癌物加了里头有问题的啊，你就说行业协会的这标准定的有问题就行了，行业协会标准没有限它呢。然后就说这一级致癌物，一级致癌物呢，我还其实还可以告诉你，你知道什么东西是一级致癌物吗？酒精就是一级致癌物，而且呢，酱油是酿造的，在这种生物酿造过程中，酒精也是它的酿造的一个产物。我就不信酱油里一点乙醇都不含，那个酒精都是一级致癌物啊！如果大家要知道这么一个背景，酒精是一级致癌物，所以这个事儿啊。你说它是哪个组织说的，关键的是一个量是多少。而且呢，其实这个添加剂里头啊，如果了解这个行业的时候，其实水挺深的。你看你这里头真说添加剂，有些添加剂加起来的时候并不是像你想的那么坏。比方说呢，经常我们要添加的抗坏血酸，一写抗坏血酸你不知道，但是呢你写上它是维生素 C， 大家就知道了，添加点维生素 C 啊，你的食品样子很好看。包括呢你说这个防腐剂有毒啊，这个那个的，但是呢你如果没有这个防腐剂啊，它会有黄曲霉，黄曲霉素的厉害和它对你的人体的伤害远远比这个防腐剂厉害。所以这时候你就会慢慢就是明白，你真要懂点的话呢，你像我们家呢，我不说买别的，买酱油我肯定买那有防腐剂的，没防腐剂的酱油呢很快就长毛了，吃不了几天呢，你在那放着很快就长毛了，它没防腐剂的，你那个一个酱一瓶酱油吃好久呢，你不能说像别的你说打开了你就吃完，对吧，你打开了放那儿，那个天气热几天时间一久它就长毛，这就是没防腐剂的。还一个呢，就算它不长毛，它长那些霉菌呢还没有到它那个结孢子出毛的时候呢，实际上这些好多有黄曲霉啊，黄曲霉素比那个防腐剂厉害多了。所以这个呢我们也吃。为什么我说这味道不对呢？因为你它一旦这个事儿是一个行业标准的话，你会明白，第一呢它炒起来的熟悉的味道那就是那什么。第二个什么，它一个是行业标准，它意味着什么，这个全行业内啊大量的企业都采用。然后呢他在过节呢仅针对某个企业来说这件事儿。只要好些事儿啊，我们看看股票就知道了，那个海天这个酱油的股票呢现在市值大概3800亿。最高的时候呢市值7000亿。你想这几千亿的股票啊，这个做空呢利益大大的。你说这几千亿里头有没有泡沫呢？你在中国呢，每个人中国吃酱油的一个公司，就吃点调味料的公司，在中国的整个市场里呢占的也很有限。但是呢我们可以这么讲，它这个市值啊，我都你给你比一下你就明白了。它这个市值呢是我们坐高铁的中国中车的现在三倍了。你要这么比一下，中国中车是管中国全部高铁，基本它垄断全球都什么什么的，你做酱油的呢比人家市值是三倍，而且市值三倍呢在中国市场里头虽然说是老大吧，但是呢它所占的份额有限嘛，20%好像是这样，20%以下好多的。这么算一下你就会明白，这个股票里头呢显然是一个很好的做空标的嘛，在现在这个状态下。你在这个股票做空啊，浑水做空啊，什么这样的那个背景下。所以这个股票的话为什么会这样，一个是看外国对中国现在的一些妖魔化的东西，另外呢就看什么呢，这个资本市场怎么回事，这个呢才是这个舆论呢突然发酵的原因。然后呢至于这中间好不好呢，对于中国政府来讲呢，其实很多中国比世界做得好的事情有些人就故意不说了。你在国外呢你说看不见添加剂，实际上这个看不见啊好多时候是什么，它那产品是不标注添加剂，不是说你就没有，人家就是不写。
你像美国的那个有瘦肉精和没瘦肉精的这猪就不写，你像那个转基因的话呢，为了让它标注一下，欧洲和美国打得臭死。所以这事儿到底什么样子，你那个真的说这食品里头啊，其实对西方的这事儿呢，你真到了某些人这里头真的是眼不见为净，是这样的状态。那么这些状态呢都理解一下就知道啊，这里头的味道到底是什么了。然后呢你这么在资本市场上，你肯定是有一个很大的作为嘛，能有好大的利益在这里头，基本上就这么个情况。所以这个事儿呢，大家也不用那么太担心。因为我不是说了吗，我们家要我要买就买那有防腐剂的，尤其是这个调料里头你吃的非常少，你像什么午餐肉啊、罐头啊、什么里头熟食啊，全都有防腐剂，全都加那些玩意儿，而且它加的呢还经常量超标。那个熟食是你大块大块吃的，那酱油你只是蘸那一点的，你说你这你怎么比呢，对吧？你要真没有了防腐剂，里头长上了黄曲霉，其实呢你可能看似好像是环保了、生态了什么等等了，但实际上有可能呢你亏了，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道理。谢谢大家，本期视频呢跟大家分享到这儿，再见。